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定了10个闹钟。还好，不过一直在冥思苦想，做激烈的心理斗争。难道你邀请我真的只是为了找游戏道具？唉，伤心。但既然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就少伤心一会儿好了。你猜？这听起来像是需要冥思苦想的吗？真像是咖啡厅出了喵喵牌节日限定活动，而我收到了邀请函。怎么样，这个日程够刺激吗？这是我一个朋友的。好吧好吧，卡是我特地为今天办的，赶紧进去吧。你是指这几个毛球突然这么活泼好动，还伸着小爪子给我们打招呼？可能他们也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嗯，不错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好久没来了，总得让我适应一下吧。那你看好这些猫，别让它们突然爬到我身上来。可以啊，但建议定个你力所能及的。那就输的人负责计划下一次的约会，怎么样？可能我就是想要你获得奖励呢。女士优先，我们干脆点，一局定胜负。哎，这让我很难办。
气急败坏的表情，比你昨天在我速写本上的涂鸦还精彩。喂喂，这是犯规。是我好玩还是牌好玩？这局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而且今天人流量大，咖啡厅都是限时入场。其实也有好的方面，比如前面的潮牌馆。你平时可没少赖着我拍照，不想去吗？因为一个人等待很无聊啊。那要看和谁一起了。免得你老想着找东西，后约会都不专心。走吧，去排队。嗯，人这么多，我们挤散了怎么办？快过来，你要和我隔空牵手吗？我的手，对人不对事。说这金币上画的小人是我，气质一点也不服啊。也许是暂时的圆满成功。按主办方这种一环套一环的思路，说不定这个金币也是下一次活动的开启按钮。每次都陪你来拍照，木桩也能练成模特了。那我们的练习颇有成效，你有一张拍得那么生动活泼，做成搞笑杂志封面应该都不成问题。但我倒是觉得刚刚在餐厅大快朵颐的你看起来更开心。只不过这个节日限定的滋味实在让人有些不敢恭维。从某种角度上来看，也算是惊喜了。不是打卡限定，而是一直在收集惊喜。
这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惊喜，节日只是负责把它们都集中到了特定的某一天而已。当然喜欢了，人们创造纪念节日，不就是为了和重要的人一起度过，想给他这些惊喜吗？不过对我来说，节日可能更偏向于一种象征的存在。因为不只是在这些特殊的节日，对于重要的人，我希望以后的每时每刻都能让他感到开心、惊喜，把每一天都过得像节日一样。